好像没有感觉，是不是？会不会是因为他拉的不好？不会出现在他身上吧？又不是情欲小迪哥。好，它是一部电影。哎，对，什么电影？里面有答案就可以猜。我开始要提示了，朴信惠。抢救雷恩大兵。因为他听到有抢救，他就抢。要来我们节目里面找温暖有没有？但是我要跟你讲那两个字：淘汰。上吊。一来就淘汰。李喜欢。我想起来了，什么？辛德勒的名单。恭喜大队。成功，你看一下，引出来，你的 partner 带出来的。哎呦，那我要拉这个窗帘啊！不用不用不用，好，来来来，先把他请出来。哎呀，老朋友了啦！现在老朋友了。对啊，我们上次一起弹钢琴啊。对啊，他也是冠军呢。对啊，八岁就学小提琴跟钢琴啊。品书，琴瑟和鸣啊，两位。好，再来第二一位，我们请乐手门后演奏来。这个很，好像也是哦，电影吗？对对对对。可以提示几个字吗？宫崎骏的吧？不是，感觉哒哒哒哒哒很像哎，可拉斯口后面很像。完了，哎，他今天这个是古典乐，可能所以他们应该也是配乐类的，他们都是吹这种，要找有缘人，我来跟他沟通一下。靠，你怎么找一首那么 gay 掰的？不是，哎，怎么差那么多啊？品书你就那么温柔，哎，啊，女生差那么多哦。这个是跟哪一类有关的？嗯，交响情人梦里面有拉赫曼尼诺夫，很多乐器都有，就是演奏这一首。哇，这个哎，真的是要音乐人可能才会。我以为他们会用他们的古典乐演奏流行。我拉拉木，知道拉赫曼尼诺夫，不知道这一号叫什么。麦克风在你桌上，哎哎，不知他不知道这是。对，不知道曲名。对，好 ，OK， 那这一格就先空下，好吧？先空下，任青春。好，我们先春下一位，下面一位。好。哎呦。应该是露西派选的，因为他叫露西，欢迎露西，欢迎露西，哎呀呀呀，这么巧，这么巧，我叫露西，漂亮美女。你是学那个古典乐？对，没错。但是你的曲风很跳跃哎。因为最近奥运，然后这首曲子是我高中运动会我们班队的，就是加油的歌。哦。所以最近奥运让我想起这首，找回这个活力的感觉。对，他拉起来有他属于个人的味道，很有生命力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好，两队已经有人了啊。好，下面一位来，请演奏。副歌来了，对呀，阿乐，不要装年轻哦。你这个，哎哎，对对，哎，志颖志颖，呛呛呛呛呛，这个你，志志，壮汉，唱唱下去就会了，将我掩埋，整首这么舍得。
还舍得让我难过。请问你到底还要加什么油？我继续加，加油加油！神经病哦！有没有答案？有没有？有了吧？累，累什么？酸，累酸，神经病！我们以为你要答对了，你好，累，给他讲，比水更大的，嗨，累，嗨，神经病 ！Oh my god！ 这个请你拉很棒。哎，他是北艺大音乐系榜首，榜首同学。哎呦，对对对。然后后来我问他，你为什么会来北艺大？哦，因为我考不上台艺大。台艺跟北艺的战争又来了，又来又来了。怎么会台艺大比较不好考上？是吗？怎么样？我觉得两边都很好。那你怎么说要选北艺？我们这个都是台艺大，对，怎么样？台艺大这样这样这样，怎样？这我大哥啦，哎，我更大，大哥叫李安呐，怎样？第二啦，还有小侯啦。小侯啦，侯孝贤呐，哎呀，你们这样讲，让我这个榜首有点绑手绑脚的。双标，双标，你们有钱，我们有钱，你又有钱，买我有钱啊。我很有钱，但赚到你很多钱耶！哎呦 ，Freestyle 之王！哎呦，没有，这因为我们要到夜店去表演，表演。你表演这个？哎，对。我抱歉，你那句太真心了，哎，你现在怀疑？我们都是配合在演出的，你那么真心。